此地虽然已是岸上，却没有码头、人烟、房屋，只有密密的森林，不像是大陆，而像是一座孤岛。而且居然已经是白天了，莫不是漂了整整一个晚上？这会漂到哪里去？三郎，三郎肯定不会溺水，但是不能保证海里没有别的东西，比如带毒带刺的古鱼暗暗偷袭他了。 这身材可真好啊！等等，我在想什么？